蒜蓉粉丝扇贝，用的是这样一包，做了这样一盘，哇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盖冒了这个鲜。这个扇贝哈，扇贝肉是今年的新货。嗯，看个头，下锅多大，蒸熟了就多大，不缩水。太好吃了，78块钱五包，每包半斤，这一包大概是20粒左右，大个头的啊。哇，哇，超级无敌鲜。这个大个头的，嗯，你们看看中间的这个瑶柱肉，看看，盖冒了，朋友们，一定一定来一份尝尝，强烈推荐。然后说一下啊，这个是真空包装，但是运输过程当中因为碰撞哈，有可能会有漏气的情况，那正常的哈，别因为漏气，万一有个漏气的再来找我说漏气不能吃了，没有那种说法啊。这个本来就是散装的，我们为了好看方便运输才抽的真空。